这两首歌，你知道 No Matter What 这首太经典了，你知道每个人，你知道必，我想必是他们的歌迷啊，只要知道他们的音乐，就是看到这个，你知道这些字组合起来，你就开始哒哒哒哒，然后就像是有旋律住进你脑子里面，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又非常经典，而且我发现他们在 MV 当中啊，就是穿那个全身白西装，我有疑问，就是你知道当年啊，不仅当年，我觉得现在很多那个男子团体，尤其是像西洋的，都会穿全身白西装，以那个白马王子的感觉，我觉得好酷。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共通点，我会你去看很多 MV 一定会看到，而且他们这首歌曲啊，因为是在蛮之前的嘛，所以就是他们的 MV 虽然拍摄的不是那种很华丽的舞台或是很夸张的摄影方式，但他们的歌声你知道已经足以让你享受这一切。而且他们来台湾有上那个百万大歌星拿钱，我好后悔我再没看到那一集，因为听说他们就有唱首歌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听，然后听说他们奖金就是得到之后还是有捐出去，就是不愧是天王级的那个团体，爱心不落人后，真是太棒了呢。然后另外一首歌呢 Words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，是一首抒情歌，然后在这里面啊，他们的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长得非常的浪漫，然后浪漫就足以形容他们，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两首好听的歌，就是西的男孩特区的 No Matter What 跟 Words。西洋 V 热门，我是红师，没错，接下来介绍两首好听的男孩特区的歌曲，就是 Love Me For A Reason 还有 Give It All Away， 没错，两首歌非常的好听。而 Love Me For A Reason 的这首歌呢，很多那个婚礼的时候都会用来就是放在然后背景音乐，因为他们实在太 sweet 了。但是讲到婚礼这件事情，我就是有最近在前几年在跨年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有人在大楼那边，然后就有人在求婚，就楼下是男生，楼上是女生嘛，男生就下面说嫁给我吧，这样，然后旁边人是不是都喜欢说嫁给他，嫁给他？然后上面那个人啊，你知道，就是迟迟没有回应，还说你先上来再讲啦。然后就那男生就觉得得了。然后我们旁边人知道这边喊嫁我就先走好了，因为太尴尬，你知道他不答应他。但是就是也是希望大家恋情能够好好的，你知道圆满啦。那另外一首歌呢，就是有点哀伤，因为这首歌曲Give It All Away 呢，其实是献给他们。就是一个已经离开人世间的一个团员叫 Steven， 没错，就是这首歌曲就是献给他并纪念他。然后我觉得在 MV 当中啊，你知道，因为歌迷就是有上网打说他们看这 MV， 你知道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连我就是你知道我看到的时候眼睛都是泪水，因为其实他 MV 就是在回忆他一些画面，然后以及团员在回忆他，然后其中有个画面让我超鼻酸，就他们一群人坐在那个桌子前面，然后有五张椅子。然后四个团员做好之后，就中间空了一个。你知道，我觉得就心中就是，我觉得有点在显示，比如说遗憾，或者是我觉得就是永远留一个位置给他，就是会让人就是你知道非常的感动这支 MV。所以呢，让我们现在来听听看男孩特区的《Love Me For A Reason》，还有《Give It All Away》。V 热门，没错，还是有很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 Circus 的校园事件课改到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晚上十点钟，所以还有另外我们的那个音乐标榜，就是我们荣佳姐姐跟大嘴巴的它的时段呢，就是礼拜六跟的下午五点到七点，没错，大家一定要尽情锁定哦。然后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曲啊，或是要为我们加油打气的话呢，就上我们的 www.startv.com.tw 还有 5.com.tw， 大家拜拜。